再见。你好。再见。祝你炼运常在。再见。请多指教。你让我瞧瞧，你的状态很好，只要完成最关键的试炼。不过你得先去，可不能让你在试炼中赤手空拳地面对巨兽。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哈克阁下。有请。立正，新兵。听说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你还远没有准备好，战场上可容不得你。我命令你，选择你要使用的武器，然后向我回报。挑选好武器了吗？记住，手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拿起你的武器，训练要开始了。
表现不错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现在去的请跟我这边走，我们去军需商和锻造大师那里吧。哦，看您这飒爽的英姿，在下霍伯特马洛先生是本地最著名的奸商，和他哦，没错没错，有我相信你。小鬼，游骑兵的装备你可没那么容易拿到手。啊，忘了跟您介绍，这位是游骑兵锻造大师。你也小鬼想要部落，我要看看你打造新兵护甲。你听着，去找卡桑德拉小姐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祝您好运，获得了足够的材料后再回来找我们吧。你是即将接受试炼的新人吧？我的职责是发布进入荒野中的各类任务。荒野是我们人类无力控制的广阔区域，因为栖居在其中的野兽，只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可以进入荒野。了解了，请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出事的。我们出发吧。